来跟我们的飞机加点冰红茶放在里面去，让咱们的飞机待会飞得更高更远。加完之后我们来看它的悬停稳定性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来给它旋转一圈，纹丝不动了，再跟我们的飞机飞高飞远呢，直线冲刺走你。来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实时拍摄的一个画面哈，它的摄像头呢是支持上下120度电动调节，哇，这个河里面的那个白云都可以看得见。我们这个河对面有几个人，我们来放大来看一下，它支持一个28倍的数码变焦放大功能，哇，这个花都看得清了，再把它缩小，非常非常清晰啊。现在我们来个大胆的尝试，我们关掉我们这个遥控器。放在这个地上看看这个飞机，再关掉遥控器，在我们这个湖上面飞的话会发生什么，会不会掉到河里面来。这款机器的话是我们大疆的新款大疆御3，它可以飞500米的高度，15公里的距离，单电池续航时是16分钟，有大师镜头一键短片功能，延时摄影啊，拍照录像都是很不错的。带4项避障功能，前后左右4个方向的避障功能，它识别了障物之后它会自动的悬停。现在我们飞机开始准备来下降了，看看我们这个绿槽有没有露出来。来，我们用手接住它来看一下，一点都没有洒出来哈，为我们智能科技点赞吧。